妹子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发骑士吃饭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听说蛮正的。好啊，就这一间啊，红发骑士啊，那个妹子就约这里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严咪咪是哪一位啊？我在这。我们走错间了。欢迎阿飞小林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诈骗人生，生涯。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哎，没啊，我今天从红发骑士的家，有点空啊，有吗？不啊，这样就是这个妹子啊，今天说要在红发骑士，可以去，要不要去？好啊，好，今晚欢迎阿飞小林，大掌声。